这封信我们借着2020年的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来谈谈偏见这件事情。1月20号，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。这场选举中到底谁才是输家呢？特朗普是输家吗？未必如此。因为特朗普其实已经留下了他的政治遗产，那就是他在执政期间任命的三位联邦法院大法官。由于大法官都是终身制的，而且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相对都比较年轻，可以设想在今后20年中他们都会在最高法院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。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行政经验的商人总统，特朗普已经创造了历史，或许他现在离开这个舞台，在历史上会更富有传奇色彩。在我看来，这次美国大选的真正输家有两个，一个是美国的宪政体系，另一个是媒体和民调。为什么说美国宪政体系成为了输家呢？因为这次选举结果出来之后，没有任何一方认输，投票的双方都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对方作弊了，于是不得不诉诸司法程序。虽然最后确认了拜登的胜利，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，很多人都对于到底是否能够通过和平选举完成换届产生了怀疑，甚至出现了1月6号在国会山的冲突，这无疑是一场宪政的危机。第二个输家则是媒体和民调机构。为什么说媒体和民调成为输家了呢？因为无论是媒体的预测，还是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，与最后的结果相比，实在是相距甚远。有人甚至认为，这预示着传统媒体的日薄西山。在大选之前，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民调都清一色地认为拜登会大幅度领先10%以上，而且会在所有的摇摆州全面领先。按照民调的估计，在538张选举人票中，特朗普最终应该只能获得120票左右，拜登将会取得大胜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这次美国大选的过程空前激烈，双方一度陷入了非常焦灼的局面。对于这样的报道和民调结果，很多人都开始质疑，媒体是否还能给公众提供可信的调查呢？民调会有偏差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，但是这一次的偏差这么大，而且是几乎所有媒体都出现了偏差，我们就需要问一问背后的原因了。大致来说，产生偏差应该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。先来说一说主观的原因，这主要是媒体的倾向性。在美国，可以说绝大多数媒体人都倾向于民主党一方，许多美国媒体自诩为监督者，反对政府进行新闻管制，但与此同时，媒体自己也在进行某种新闻管制，排斥不同的声音。比如2019年曾经爆出一起新闻，说拜登的儿子曾经接受乌克兰私人天然气公司布瑞斯马的报酬，在这个公司的高管和拜登之间牵线。当时大媒体们普遍表示，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，不应展开报道。然而2016年特朗普被指控通俄，也接受了调查，但是在调查结果确认之前，媒体却有铺天盖地的报道。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自身就具有倾向性，他们的工作环境自然也会受此影响。生活在一个彼此看法高度类似的环境中，就不容易发现自己的偏见。即使媒体希望得到准确的信息，但由于自身的倾向性，在他们设计的调查中就不免出现偏见的影响。最典型的就是调查问卷中的预设观点。我曾经接到过一个民调电话，里面有这样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，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是否合格？可以设想大部分的回答都会是不合格。但这个题目的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在美国，具体的抗疫工作是由州政府展开的，责任在于州政府。但是这个问题的问法是先把责任人给定好了，然后问你表现如何。而且在民意调查中一直有一个规律，就是民众对于当前执政的党派通常都倾向于不满意。比如即使是作为民主党大本营的加州，在2020年也曾经提出对民主党州长的弹劾。对于当前在台上的执政者，大多数情况下民众都是不满意的。接着民调电话问了我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拜登当选，你认为他是否能够改善防疫情况呢？实际上这个问题接在第一个问题之后，当回答者对前一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以后，对这个问题他就会更倾向于做出肯定的回答，因为人会下意识地维护自己之前给出的答案，所以这个问题的设计也是具有引导性的。
而且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还有类似的做法，就是把改善这件事情的责任人也先定好了，然后再来问你。这两个民调问题中的引导性，显然和问题设计者自身的倾向性是有关的。另外，民调这件事情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客观局限性，最突出的就是幸存者偏差问题。最有名的幸存者偏差就是二战之中美军调查改善飞机防护的例子。当时美军对受损返回飞机的数据做了统计，发现机翼遭受的攻击是最多的，因此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机翼的防护。但是有专家指出了这种思维的漏洞，统计是针对受损返回飞机而展开的，但是那些受到了致命攻击的飞机都坠毁了，无法返航，所以机身关键部位并不是不容易遭受攻击，而是一旦遭受攻击，飞机就飞不回来了。因此需要加强防护的反而是那些没有受攻击痕迹的部位，而不是机翼。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。民意调查也是如此，民调公司通常是通过打电话进行调查的。到2016年的时候，愿意接听民调电话的人只有五分之一不到，愿意完成调查的不到 10%。 绝大部分人要么一听是民调就把电话给挂掉了，要么调查进行到一半就放弃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一个意见分歧不大、观点差异分布的比较均匀的社会，民调基本上还靠谱。但是这次大选的情况并非如此。说得严重一点，这次大选就是特朗普支持者和特朗普反对者的对决，而不是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的对决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什么人不愿意接听民调电话呢？一方面是自己时间比较紧张的人，比如说劳工阶层、小业主、职业技术人员等等。这些人每天辛辛苦苦地挣钱养家，不愿意自己的工作被电话给打断。另一方面，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本身就对传统媒体的倾向性深恶痛绝，大概率不愿意配合媒体的调查，也可能在听到有倾向性的问题之后就放弃了。还有一部分人，他们心中是支持特朗普的，但是由于特朗普在公共舆论中的口碑不佳，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愿意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，而是说一些与媒体舆论一致的回答。那么反过来，更有条件接受民调，也更愿意配合民调的又是什么样的人群呢？首先是自己可以支配时间比较多的人群，包括学生、教师、自由职业者、文化行业的工作者等等，还包括靠福利为生的无业者，然后是本身就倾向于信任媒体的报道，希望借助民调来展示自己观点的人。这样一来一回，也就不难设想为什么民调会出现偏差了。民调偏差的产生实际上是与偏见的诞生有关。当一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的时候，看似是思想得到了统一，但更有可能的是这群人陷入了自己的小世界，产生了一致的偏见。那么偏见是不是只出现在民调之中呢？实际上在美国大选之前，还有人从另外一些不同的角度去调查和预测大选的结果，比如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做调查，但其中同样存在着问题。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的预测美国大选的指数，叫做义乌指数，就是根据中国制造商收到的为两个不同候选人制作助选旗帜、标牌语和纪念品的订单数量来预测大选结果。2020年和特朗普相关的竞选物品总量是拜登的好几倍，按照义乌指数就应当是特朗普获胜。我在硅谷的几个朋友也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进行了统计，数据的来源包括推特、谷歌旗下 YouTube 的视频以及其他一些社交媒体，得到的结论也是特朗普将获得大胜。此外，如果看竞选集会的场面，特朗普的集会每次都是成千上万人，可谓是人山人海，而且支持者的热情非常高，简直就像是超级碗比赛的热烈场面。而拜登的集会可以讲是门可罗雀，我放了两张对应的集会照片在文稿里面，你可以看一看，一眼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。如果从义乌指数、社交媒体数据和集会场面来看，似乎又应该是特朗普大获全胜，但是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也并非如此。这就与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有关。如果这场大选是不同候选人各自的支持者展开竞争，那么义乌指数或者竞选集会的人数可能会更有参考价值。但是2020年的情况并非如此。前面说了，这更像是一场特朗普支持者和特朗普反对者进行的全面公投。甚至有人说，
民主党无论提名谁来参选，结果都会是一样的。那么自然，一屋指数在这里就失去了参考价值，因为人们给民主党投票不是因为支持拜登，而是为了反对特朗普，自然就不会有很多拜登相关的助选物品，拜登也不需要人山人海的竞选机会。大数据的统计也有类似的问题，喜欢一个人往往会主动发声支持，但是不喜欢一个人，更多的人的做法是看都不要看到他，也不会提到他。从社交网络角度做预测的问题是，我们能够看见的往往是支持者，反对者在这里则是隐形的。我在之前的信里讲过柏拉图的洞穴预言，有一个人从洞穴里面跑出去了，看到了和洞穴中不一样的信息，大喊着告诉大家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但这就是真理吗？其实他看见的也可能只是一个局部而已。美国大选的预测终归只是二选一，我们平时遇到的很多问题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，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有着各种各样的结果，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事先不知道的结果，要做出判断就更加困难了。我们观察前面两类预测出偏差的情况，其实二者有一个共通之处，就是陷入了偏见的陷阱。偏见不仅源于我们知识或者经验的不足，主观的倾向性，更重要的是它常常产生于我们与周围人的一致性。周围都是和自己一致的观点，这常常让我们失去思考能力，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想法就经得起检验，因为毕竟大家都和我一样嘛。一群媒体在一起看到的是一个他们讨厌的特朗普，一群特朗普支持者在一起看到的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总统。我们平时会说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但兼听则明并不是简单地收集了来自多少人的观点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与自己一致的群体内反复求证，自以为已经做到兼听了，但其实只不过是偏听的次数变多了。所以要真正避免偏见，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人的独立思考、理性思考和反思自己观点的能力，尤其是当我们听到的都是和自己同样的声音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警惕，很可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正确的，而是有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偏见、固化偏见。